名词介绍：波源，发生波动的源头，称为波源。介质，传递波动的物质，称为介质。例如，水波传递时的介质是水，绳波传递时的介质是绳子，弹簧波传递时的介质是弹簧，声波在空气中传递时的介质是空气。横波，高低波，波源振动方向与波前进方向垂直者，称为横波或高低波。纵波，疏密波，波源振动方向与波前进方向平行者，称为纵波或疏密波。波峰，波谷，横波中介质振动的最高点称为波峰，最低点称为波谷。密布，疏布，纵波中介质挤压在一起处称为密布，较疏松部称为疏部。波长，相邻两波峰或相邻两波谷间的距离等于波长，相邻两密部或疏部间的距离称为纵波的波长。波速 V， 波形传播每秒前进的距离称为波速，代号为 V， 单位为公分每秒。频率 F， 波形每秒内传送出波的个数称为频率，代号为 F， 单位为次每秒或赫兹，简称为赫。波长，浪打，振动一次时波形前进的距离称为波长，代号为烂打，单位为公分。周期 T， 形成一个波形所需的时间称为周期，代号为 T， 单位为秒每次。习惯上次可以不写出来而用一代替。